啊，你嘛想看卖啊！啊，你唔当作你即马社会行情做好诶。啊，你是几工诶？我即几工做甲济转咧。啊？哦，搬起来趁济哦。你讲跟你送啊？啊，林清是不是你家己什么时阵啊？ 你好，我叫婉琪，你要怎么称呼啊？感觉你话很少，你平常都在做什么？这位是老大，那刚好被请来跟爸爸拍照。同学，你在这边的人都怎么看你？这边的人都知道你做过什么事情，所以你才容易找不到工作。你现在干嘛回来啊？你可以不用回来了啊！